三分，你出一场就零分了。哦，那是必努力一下，就是要出一场，要尽量的表现啊，吼、哦，那看这样年龄啊，这些结束都要哎，哦，在球场上。那因为可能比利时他会他已经胜一场了，哦，那个积分他就领先三分了，哦，那可能到会比较稳打，哦，那就看他们教练拿下他的命令，哦。好，我们谢谢。那今天的话，我们前一百位的球迷朋友们可以来到我们那个荧幕右后方的吴冠清的那个摊位呢。今天有提供一百名嘛，一百名的那个吴冠清的啤酒。那大家记得要跟他们做领取，然后盖手章的这个动作哈、哦。谢谢。耶！录音是吧？无啊，啊都录影。